大娘娘，我去看看六哥。早上问你的，如今想好了，他需要人陪陪他。只不过，今日你陪了他一时，以后打算陪他一世吗？大娘娘，水榭那边冷，六哥从小身子弱，他在那儿待了一个时辰，会生病的。 大娘娘，赫儿想好了，赫儿愿意陪刘哥一辈子，做这宫中许多无趣女子中的一个。不许过来！六哥，六哥。 我们回家吧。他病危，我不能去看他，不能叫他一声母亲。这些年，我暗自对自己说：不要急，要等，慢慢来。总有我能做主的一天。但是。 今年这样的机会你不给我吗？六哥，你还冷吗？冷。如果你冷，我将你拥入怀中；如果你恨，我替你擦去泪痕。 记忆中并没有他，后来我去水榭，希望能想起来些什么，却也还是不行。我再去添个火盆。不，不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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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哥，你还冷吗？不冷了，疼吗？疼吗？我儿，对不起，我哥，我以后就是你的娘子了。你是我的亲人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人，不要急。慢慢来。